羞害羞。丰田好，丰田起床了。上次我买了宫保鸡丁的那个菜嘛，还有潮波菜，还有菜脯蛋，这三个我今天要做。你看船的前面就有已经摆好今天要做的菜，哪有人船上船的旁边就摆这个啦，神经病哦。我要的第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，噔噔，さあ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。本店のクッキングタイム。まず鸡肉をカットします。いいですか？大概切成三公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这个刀有一点不好切哦，你看不好切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酱油，我都不 care 那个量哦。太白粉，太白粉，还有水，直接放一颗好了，不要啰嗦。再搅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呢？这样，这样。等一下，这个刀真的很难切，这个刀真的很难切。这个叫什么？粥拌吗？砧板，砧板也太大了吧？整个砸出来哎！这考验你的功力。如果是数学猫虎刀，应该很难吧？啊，对，数学猫虎刀，它需要槟榔油啊。槟榔油 ，olive oil，olive oil 中文怎么讲 ？olive oil 中文怎么讲？橄榄油。啊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槟榔油，整个忙出来了，然后嘞？这条先切蒜头。蛋头切完之后，等一下热锅倒油，然后放蒜头，再放卤蛋。所以这个完全不能抠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还要切蒜头，我的经纪人一直帮我。这个刀，这个刀，真的会出事。好了，起锅，好不好？把菜放进去，有感觉，有数学毛虎道的 feel 吗？軽くサッと炒めます。サッとだけで、野菜の鮮度を保つためにちょっとだけ炒めて完成です。盐巴，数学毛虎道都往很高的地方撒。好，来。我的第一道菜完成了，但是这个写的太复杂，根本没办法参考这个。好，我现在要切萝卜干，再切葱，头跟尾都不要。太多了是不是？加进去之后，再加蛋。会单手打吗？当然，一级的，你看。所以起锅来吧，放进去。哇，这个要你这样子吗？我觉得会受伤，翻锅会受伤。你看哦，看好。这碎。这碎，有，差不多了，有碎，拍手耶！这是菜脯蛋。我们刚刚已经准备了那个腌的鸡，我现在要做宫保鸡丁的酱汁，酱油来了，醋，砂糖嘞，没有。米酒没有，麻油没有，
OK， 那就直接加味精。如果这个不好吃也不是我的问题，先讲一下。接下来我要切辣椒，再来切姜。这个是不是要削皮啊？有削皮的吗？我自己削。好，那就用自己削，用牙齿削好不好？敲的很好哎，虐待，嘴巴都麻麻的。好，小好了，好不好？起锅呀！再加鸡肉，对不对？直接加酱汁。好热，帅吗？我。好热好热，哪有人在卧室做菜啊？休息一下。做菜好了，你等一下要吃哦，我喂你。怪，现在电视前面的朋友都觉得，哎，这个人很奇怪。如果我的话，很想吃丰田做的菜。这样，加花，最后加花生。完成了，宫保鸡丁完成。耶，完成了丰田的顾家爱情料理。我要水。哇哦，我好像我在吃一块盐巴的感觉，整个都是盐巴的味道。哇哦，我要水，没有水，没有水，哇哦！我觉得这个是看外表是看起来最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看起来好吃。来。妈呀！太咸了，好吃，好吃。对不起，崩掉了。这个很好吃哎，整个刚刚好，还有里面有那个萝卜干嘛，那个有脆脆的口感，也很好吃。你不喜欢吗？我好像吃到都是盐巴的地方，我比较喜欢清淡。那你真的，难怪你这么胖。怎么说呢？完全，好干哦，不难吃，但是啊，好难吃哦。但我还是不能浪费食物，所以我还是等一下会吃完这些。丰田好，丰田到这边好不好？算是大成功，每一道菜都非常好吃。丰田好，丰田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感觉真的超好吃。